夫人，你敢会记得，在咱两个人互相告白迄晚，在雨中，我取走你的行李，那是为着要甲你留落来。即马你替我看行李，煞是我要离开你。你是了袂讲啥？你不过只是出差六个月啊，半年后你就真紧倒来我身躯边啊。小个囡仔一定会伫遮乖乖等你回来。你讲的迄个所在啊，李平。好了，保持联络，但有消息哦，互相通知一下。好。子婷。你让我来冲出来，你是要找死哦？歹势啊，先生，很麻烦哦，你把三角故障号志牌摕了，啊，看到没有？摕到救护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李小天，小天，你有听到我叫你不？小天，你看你来者吼，救护车谁来啊？检查好，工作嘛处理又好啊，好加再只是陪爸休。孙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小婷。啊，气量是伤到真严重，啊，想到到今嘛还袂清醒啦。我嘛唔知影呢，可能要加观察一下。阿爸，小
经出车祸，今晚安怎？有要紧无？阿妈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是孙总救小婷，也唔过伊今晚袂清醒，我会请医生替伊做检查，哈。是啊。小婷。有代志就好啊啦，阿妈在家，阿你家己身体吼，都要好好保重的。阿你要搁我照顾迄两个囡仔哦。阿妈，阿妈，恁头痛，甲我讲死后出代志啊？恁是咧骗我对不？对不？啊？还是讲我咧喊面，我梦到大家拢在骗我讲死后出代志啊？其实都是我咧做迷茫的对不？别我的电话咧，给电话给我，我要看我室友打电话吧。万一若打电话我找无我，就害啊！我小婷啦，好啦，小婷，你较冷静咧。哎，我无激动，你莫管我，我手机啊啦。孙总，你受伤啊？你来无搞搞？孙总的受伤，一定是他都要救小婷，唔再安尼啦。孙总，你来无讲啦，你赶紧叫佩佩哦，带你去予医生遐处理一下空脆的。这吼，淡薄脆伤尔啦，啊无要紧啦，你莫紧张啦吼。孙总救我，是安怎就要救我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婷，刚刚你拢袂记啊？头拄啊，你为便宜走出去的时阵，阮四家拢无你的下落。孙总唔知走来问我讲，你甲思瑶有啥物所在是大家回忆的？伊唔知走去恁进前租厝的外口去看到你，想袂到你竟然走的路的，差点要去互车弄着。是孙总拼性命替你挡车，你唔知无代志，你应该好好甲细道谢才对。孙总。其实哦，我只是讲遐含啦，什么用性命去动车，会当保护你哦，较重要啦。多谢你，真阿做多谢你的，嘛真歹势，我今麦真正做乱的，有做些代志我拢无印象啊。不要紧啦，只要你平安无代志就好啊，我这淡薄伤无算啥啦。小婷。大家拢希望提供本来当保庇思瑶姐平安无代志，所以咱一定要有信心。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的。啊，不过你嘛唔通忘记啊，你除了是思瑶姐心爱的人以外，嘛是小公主啊，佮有小王子的妈妈。为着这两个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，好不？你有影是无神经嘞？连人孙建庭的行踪你都唔知影，佮想要甲做太子妃，你敢知影？后宫的斗争是偌尼啊激烈嘞！啊，参像你这班的哦，我看免你三工就去用车咧古镇内底。妈，我哪有这样失败啊？宇昌，我今麦唯一的对手是一个蕾丝边嘞，我是要烦恼啥呐？哦，讲你讲，佮唔承认，你到底整着啥人啊？我也是戆到未白上呢，即马方式也无对。迄个孙建庭哦，就伫江小婷身躯边安尼哭哭说，哭哭说，啊，就别说敢那吼，地球绕太阳同款，啊，南面公转，南面自转，迄万一有一天转来转去，小婷若雄雄转醒，啊，去接受孙建庭的感情，啊，那你哦，就敢那用个孙哦，一日干无，伫身躯边安尼哭哭说，哭哭说，迄个潘呐，我就不会跟迄个潘呐做伙的，妈，你莫惊我。我是提醒伊，你敢知影恁母啊？我为着你，足认真在注意迄个孙建庭。今仔日哦，伊为着要救江小婷，走去替伊动车呢。啊，伊一步一顶出来，江小婷敢会受感动？啊，你足简单个呀，阿妈，你嘛叫一个人开始甲我弄啊，哈，然后叫孙总替我动车，啊，你唔着公平啊？你咧水面个，叫伊替你动车，
伊若歹叫你去做伊的童年班就好啊。你若想要引起伊的注意，咱都要用办哦。你的优点就是你又搁少年又搁水，所以你要尽量展出来。创啥啦？哦，天气啊，热包啊，调的是要创啥啦？这查甫人吼，拢是挡袂牢查甫人性感的魅力，所以你若要吸引孙建廷的注意，你都爱给伊白酒吃冰淇淋。吃冰淇淋？对呢。你是在创啥？你不是刚要给吃冰淇淋，那鸟就等下开的啊。哦，你也较拜托的，这性感哦。不是整个老型看出来让我看，那是要让我感觉吼，安尼有敢那看有，搁敢那看无，若隐若现安尼，唔只我都吸引到查甫人的眼神。啊，你若整个闹出来让我看哦，啊，看到嘛惊走走去啊！来。等提单再来去买吼，会好啊！哎，胸部阿婆阿婆，一种机能内衣多少钱？对，是讲妈，张小婷妈妈，我娘丰满啊，那是讲孙总爱哦，是平原，不是高山，那是不要讲。哎呦，你敢无听人在讲？十个男人有九个有奶就是娘，所以哦。咱爱买较保险的这边，啊，先试看卖啊，啊，若是无效果吼，无要紧啊，咱再换别部。好啦，我试看卖。孙总哎呀，我看你的手吼，去有医生看一下，落尾空嘴，那感染都无好啊。啊，小婷，阮在遮都用啊。这小婷，哦，孙总，哎，我头昏盲，因为我想要还到小婷堂姐，我规暝拢无困啊呢。哎，你慢点啦。雪啊，你来忝无去遐休困嘛？咱孙总要去看医生啦。你到底高高定是要创啊？就是讲咩，谢白雪。啊！你是无看诶，孙总的手已经受伤啊！哇，孙总，你就是做老伙仔呢？我看你老伙仔，我心内底火。那紧啦，我替你扶扶诶，哈！哎，拜托你给我放开哦，你给我放开啦！退退退退退！哇，我吃退食八百几位啦！啊，陈佩芳，你敢搞跑哩？足疼诶呢！哎呦，你搁怎样疼？啊，你是目睭找未哦？你无看到孙总受伤啊呢？一直甲伊又是安怎？哎，谢白雪，你要等花痴哦，去花博展等一个较有诶啦，莫伫遐大细声吼。你无看到小婷伫遐休困哦？金佩芳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阮是来关心小婷诶呢。啊，呾小婷是阮白雪诶堂姐，阮来关心伊，敢毋对？嗯。很笑咧，阿姆，恁母仔囝啥物时阵遮尔关心小婷啊？因来的目的啥？大家拢知知的啦。谢白雪，我也是苦劝你啊，较早死心的较快乐。因为孙总甲黄安伦无共款，袂为着钱来去巴结你啦。你赶紧放弃去找一个较有可能的，莫找孙总这款技术甲你差伤济。哎呦，你根本无关心小婷，你真正是冤枉哦。阮来哦，希望哦小婷会当较坚强的。我拢相信哦，方思瑶绝对平安无代志啦。啊，拄则阮来的时阵哦，佫去庙哦替方思瑶点光明灯、点平安灯的，希望哦伊会当赶紧转来甲小婷团圆。哎，若真正转来哦，我这个做阿姆的人，我一定哦替因办一个足气派的重新婚礼。啊，然后甲所有的闹着的人统统先抓起来，啊，让因这个婚礼会当安尼顺利举行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小婷跟四小姐，我会替他们两个举办婚礼，怪怪哦。哎，都看他们两个这么恩爱，就小人看到都也会感动，敢说你没有？哎，我当然吼，希望小婷会当安尼加油坚持，会当专心
等四瑶回来，啊，四瑶一定有吼勇气啊，安尼活咧回来。啊，唔通哦，四瑶回来的时阵哦，看到小婷安尼变心去爱查甫人，安尼四瑶恐惊的哦，佫走去死一届了。桂芬啊，啊你讲啥话？你要看小婷，你歇困心。你安尼讲几百步吼，我正好较了解你的意思啦。你就是惊孙总去感动着小婷啦。你若是要巴结孙总，迄就准拄煞啦。啊，你酒畅私聊是要创啊？啊，连你的感情你也提起来，你学袂讲。阿妈，免生气啦。为滴哦，因两人伫咧遮，大家拢无阿多安定。如桂芬，这白痴，马上给我出去！见那黄鼠狼，出去，给我出去！鼠堂姐，我就不姓李呢。小弟，你把人放心吗？李安堂上要再来，你放心吗？你娘别去了。其实应该是凶多吉少。小婷看起来，敢那一点啊活落去的困难拢无。要怎做，才当让小婷振作起来？